我捏，给我回去吧，别在这捡牛奶盒了。小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他呀，到处找垃圾桶，找到牛奶盒就捏。捏垃圾桶，小心变成小羊人。是啊，急死我了。好了不好了，小月她又阳了。小月又变成小羊人了。是啊，这个臭丫头她死活不肯吃药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这我不吃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。哎，有了，包租婆，我给小月做一个草莓棒棒糖，吃了就好了。 哎，这个小强词啊，就是个小机灵鬼。给包租婆，快拿去给小月月吃吧。聪明，给你免一个月房租啊！是真的吗？我就不吃药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不吃药，我们吃草莓棒棒糖，好吧？哦，我感觉好多了啊！原来棒棒糖也可以治病啊！ 草莓棒棒糖到底谁做的呀？哇，姐姐，你这个好大呀！挖了好多了，马上冬天我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。你们给我站住！这可偷我们家红薯！你怎么证明这片菜地是你的呀？你们给我过来！小月月的农场。啊，姐姐完了，真的是小月月的农场。还有一个红薯罚100，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去我们小卖部，我给你做好多好多红薯蛋挞，你就原谅我们一次嘛。红薯蛋挞。 那把公主就原谅你们了，走吧。哎呦，有红薯蛋挞吃了。金黄色的耳朵怎么在不见？紫色满天盖楼就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低的音乐，等一下个大叔写的颂。谁开盘的？哪位红薯蛋挞？ 香的，另外可以去你的农场摘菜吗？切，小妖怪的农场可不可以啊？不过你等一下我去商店也可以。姐姐都好多橘子了，我都不下了。我们回小卖部吃橘子去。你们给我站住！哼，你们这都坏姐妹，居然偷我家橘子！怎么什么都是你们家的？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 顾小晨，还是你发起呆子。看见了，我叫包小月能死。没有是吗？我要上课了。要是能跟顾小晨一起踢球就好了。我也想跟他一起踢球。你们为什么总喜欢跟那个娘娘腔玩呀？不许你说顾小晨坏话。他本来就娘里娘气的，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，不像我。瞧给我玩。 凭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球。别惹他，他是附近的小混混。我看你们是欠教训。小月怎么办呀？没惹他嘛，别欺负女孩子。现在小孩怎么这么壮啊？马大哈加油！马大哈加油！马大哈加油！嘿嘿。哎呦，不许欺负女孩子。顾小晨，小子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。会功夫。 算你狠！原来你会功夫呀，快点基本功罢了。我先走了，你们赶紧回家吧。前虚好温柔呀，好有男子气概，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糟了，马大哈，我也是男子汉。哎呀，我都要哭死了！你快帮帮我吧，我三天都没有吃饭了。看在你姐姐的份上，你跟我回宫吧，当我丫鬟去。啊，小玉，你现在是贵妃娘娘吗？我现在是公主，你和说话给我小心点，要懂规矩，走吧。娘，还拿着破碗干什么？报告大哥，四周都找了，假冒公主的女贼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！ 你这个蠢货，走，我们再去搜查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哪里跑女贼？那是八百年后的好宝贝。女贼？那个都是好东西啊。妖言蛊惑人心，无证经营。来呀，给我把她拿下，给我上棍。哎呀，你这个老六，威武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把我大哥，大哥。 你不是你哥吗？我认识你。什么三级无稽的，别跟我混亲戚啊！哇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他好像是马大哈。
忽悠，继续忽悠，是真的。我们在八百年后是朋友，你们好好想一下。真的吗？谁能给你们作证？放学了，姐姐，我要一个麦芽糖，我能想吃好多天了。行行，别吵了，我给你种一个。 哇，真的长出来了耶！姐姐，这个草真的能做出麦芽糖来吗？肯定可以的。等会儿做好了，记得给姐姐点小爱心哦。等待着放学，等待着。一小朵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 有个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先下？给你的麦芽糖。姐姐，自己种的麦芽糖就是香，不走了。来，小姑娘，把作业房子算一下。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帮我还你再还两天吧。交不起租，才怎么样？快快快，每个月赚的钱要帮爸妈还房贷车贷，还要供妹妹读书，帮父母再还还吧。供的还挺可怜的呀。 你看这个腿多大！那就尝尝呗。这鸡腿哪买？快香的！啊，包子房你都吃完了。 哎呀吼！啊，还挺好吃的。你赶紧给我再买两个去。姐姐，我又来了，嘿嘿嘿！今天我要抽一个567，给。你抽吧。大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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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我抽。姐姐，天大布丁是什么呀？等着我给你做啊。好。 叫着夏天，草场边，就像一张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，给你的煎蛋布丁，哇，好好看呀，布灵布灵的。真香，姐姐我走啦。Nice。姐姐，嘿嘿，我要抽个咚咚乐，给。 喊你抽吧，这个我抽。嗯，姐姐，狗屎糖是什么呀？等着姐姐给你做啊。好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给你的狗屎糖。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太，狗屎糖真香，姐姐我走了。哇，小乔，你们蛋糕看起来好香艳呀！那当然，这都是我姐姐特地给我做的生日蛋糕，给我尝尝，不然我就让我妈涨你家房租。不行，这是我姐姐给我做的专属蛋糕，你想要找你姐姐做去啊？帮小月把蛋糕给我站起来。别的同学还。 外星大哥，别抓我们，我们没钱。我是来地球大企业的。啊，我都说了，我们没钱了。把你的作业吧。要不你吃本数学吧，反正我还没写完。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同学们，包小月说他的作业被外星人给吃了。你说他到底撒谎了没有？王老师，我举报了。你举报谁呀？ 我举报十二，他自己食堂还非我吃，是这样的吗？同时，很好，帮小月同学帮老师维持课堂秩序，奖励小红花一点。红霞，给我站出去！糖虽然好吃，但是我该喜欢小木瓜哟。哼，烦死了！姐姐，我被小月。 他又怎么了？大哥，我上课吃糖，害得我被罚站了。谁让你上课吃糖的？你活该。你。
谁的错？哎呀，我快饿死了，你们给我买烧鸡吃去了。小玉，你不讲道理，我姐姐为了救你把钱都给山鸡哥了。是啊，小玉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再想办法嘛。我自己想办法赚钱去。小玉玉，这可是在福袋，你可不能乱来呀。来来瞧瞧看看，这都是800年后的宝贝，看都是800年后的好宝贝。女贼，又是你！你这卖的都是什么药物啊？这个是机器狗，这个是魔法棒，这个是游戏机，这个是大辣条。大人，我这卖的都是好东西啊！妖言蛊惑人心，无证经营，来呀，给我把它拿下！哎，好嘞！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！你们干嘛呢？想造反吗？他是好人呐！他摆黑摊卖妖物，罚款吗？罚款才能放人，可是我们都没钱了呀。没钱，走，把女贼打入牢房。走。哎，大人大人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我祖传的金钥匙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把人放了吧。走，回衙门。小月月，你在古代都不老实，你说你害我姐姐赔了多少钱？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大不了回去让我妈陪着你们。小包租婆，你说话就从来没有算过数，我们能相信？喜欢我了，不想让我走。嘿嘿嘿嘿。草上边，地球肩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姓马，叫大哈。哦，你叫马大哈呀？行，星星姐姐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的书包。哎，真是个马大哈。姐姐姐姐，我要滚蛋猪，给。好，你滚吧。嗯。没中，又没中，还是没中啊，都没中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下一个肯定能中的。上。店家们可不想熬人的。啊，好坑啊，一个都没有中。没事没事，姐姐送你一个泡泡糖啊。给，明天还来啊。嗯，星星姐姐，我明天还要来。
姐姐姐姐，我要抽一个五六七，好，你抽吧。这个小羊人，姐姐你再帮我拿一包脱粉，我要冲着喝。好，等着。知了在身上叫着夏天，操场边地球前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好好喝呀，谢谢姐姐，我走啦。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姐姐，我要抽一个五六七，抽吧。这个我错。哇，汉堡包，姐姐你快给我做汉堡包是吧？好，姐姐马上给你做啊。好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地球前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。给你的汉堡包。哇，还是双层的。姐姐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做呀？我明天还要来买。姐姐，给我挑五毛钱的糖。哇，今天好帅呀！嘿嘿。姐姐，敲这里，敲这里，多敲一点。放开！别以为你长得帅，我就不打你了。帅有错吗？多敲点吧，姐姐。啊！知了在身上叫着夏天。给啊，这么一点儿，好坑啊！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一个字，绝！姐姐，嘿嘿，我要滚蛋猪。好，你滚吧。啊，没中！啊，又没中！啊，还是没中！池塘边的榕树上。啊，这个都没出啊，我就不信了。什么声音？哦，打雷了，我要收衣服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呢。哇，我这个还没中一两次，居然你这个还没中一两次，等待着下班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我洗的童年。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八毛钱。小杨子，哎呀，不好了，小月月她又阳了啊！小月又变小羊人了。是啊，这个臭丫头她死活不肯吃药，你说这个怎么办呀？我不吃药，药怎么难吃？我不吃药。哎，有了，包子婆，我给小月月做一个草莓棒棒糖，吃了就好了。棒棒糖能治病？乱说，你等着看好了。哎，这个小唐子啊，就是个小机灵鬼，真的聪明。给包子婆，快拿去给小月月吃吧。聪明，给你免一个月房租啊！哇，是真的吗？不吃药，我就不吃药。哎呀，好，不吃药，我们吃草莓棒棒糖，好吧？哦。我感觉我好多了啊！原来棒棒糖也可以治病啊！草莓棒棒糖到底是谁做的呀？卖汽水喽，新鲜的西瓜汁汽水，卖汽水啦，包租婆，像那个又在门口摆摊，你到底管不管？哟，那我可管不着啊，人家一个月交50块呢。见钱眼开，山鸡哥卖的西瓜汁里面加了色素，你让他卖，你们的良心何在呀？我没看见，我不知道啊。嘿嘿，走了啊。这里面的自然水还不够红，加点红色色素进去。泡泡不够多，差点意思，再加点豆子汁。这就对了，以假乱真。西瓜汽水啦，新鲜的西瓜汽水，卖汽水。山鸡哥，我要喝。小月月呀，给你打个折，5块钱一杯。给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疼，我好像中毒了，我要晕了。哎呀。
呀！小玉，你怎么了？小男子，快救我！这可怎么办呀？都怪你卖假货，快送他去医院啊！哦，走。小月月，小月月，哎，怎么小唐词也不在？小月月，小月月，出去！这什么奇怪的味道？小月月，小月月，你在哪儿？你看见我宝贝女儿了吗？哇，好多棉花糖呀！嗨，这个是我爸爸从国外给我寄回来的，软绵绵的。嗯，超好吃。小月月，我用我的棒棒糖给你换可以吗？切，一个棒棒糖就想换，这样的棉花糖跟你姐姐可吃不起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我让我姐姐做比你做更好的。哼，吹牛吧你。姐姐，我要吃软绵绵的棉花糖，我要吃呢。是不是小包子头又馋你了？嗯，姐姐给你做一个超可爱的小猪佩奇棉花糖，气死他。好。先打蛋清，加入白糖、水和水泥，加泡软的吉利丁，加入蛋清继续打发，然后调色，最后开启表演时刻。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哦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超可爱的小猪佩奇棉花糖做好了，哇，软绵绵的，真的是棉花糖耶。哦，嗯，这也太好吃了！哇，好可爱的小猪佩奇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棉花糖，看看看看，比你的棉花糖可爱多了。要不把它们卖给我吧？不行，这些要留给我姐姐吃的。那我拿我的棉花糖跟你换，十个换一个，总可以吧？不换。二十个换一个，不换不换。哎呦喂，到底多少个你们才愿意换嘛？那这样吧，咱们听粉丝宝宝的。莎莎，你在吃什么？这是我姐姐给我买的棉花糖，给我吃一口。拿了吧你。小玉，你太过分了。姐姐，小玉把我棉花糖给抢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姐姐今天给你做一个超大的猫掌棉花糖，馋死小包子铺。啊，猫掌棉花糖我都没吃过，姐姐你快做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我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。开心往前飞，就算有一万公里，一段行李，我们不放弃，竭尽全力。超可爱的猫掌棉花糖来喽！哇，好大好可爱的棉花糖呀！QQ 弹弹还超甜，姐姐我爱死你了！小馋鬼，别拍马屁了，快吃吧！你们还想看我姐姐做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宝宝们，我们又被火焰抓来做游戏了。妈，我不想做游戏，快来救我！你们看那是谁？夏鸡哥！快救我们！帮帮打个人！你们到一边休息一会儿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呀呀！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山鸡哥，醒醒啊！山鸡哥！什么游戏吗？天哪，可乐居然可以自己做出来。好了好了，老师，我想喝你的可乐，赶紧吃我的辣条。就一口啊。啊，我的可乐你怎么都喝光了？喝光了怎么了？我这不是辣吗？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烦死了。姐姐，我的可乐都被小月月喝光了，我还要喝。可乐都卖完了，姐姐给你做一个可乐，很神奇的。My name is Chacha. Clap, clap, clap. 天哪！哦，真是高手。看是不是跟可乐一样？哇，真的耶！味道和可乐也好像，姐姐你太厉害了。什么什么？可乐也能做出来？
那跟我也来一杯。你休想！哼，宝宝们，你们喜欢喝可乐吗？还想看姐姐做雪碧饮料的评论一哦。姐姐姐姐，我要抽一个大富翁。给。好，你抽吧。撒！哇，五块。他说你要换什么？我要换一个大碗巧克力。天，姐姐，你会修手机吗？你看我爸爸给我买的新手机，打电话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？操场边。姐姐，我要买一朵爆米花。给。卖完了。那我走。等一下。在你身边，无需远未疲倦。伴你漫行一段至一段，给你的爆米花。过高峰，另一方却也见目标退远。靠，对呀，你这怎么怎么都会做呀？我明天还要来。中崎岖。Nice。姐姐，我要抽一个567。抽吧。你好。啊？汽水满了，你也体谅。那你自己拿吧。哇，是这个，好大一个。姐姐，我走啦。Nice。姐姐，我又来了，嘿嘿。今天抽哪个？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哇，姐姐帮我戴上。来。知了在身上叫着夏天。好美呀、啊！姐姐，我还有一个钻石糖，帮我戴上。黑白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嗯，谢谢姐姐。你这宝山，你在吃啥呢？我在吃果冻呢。你给我吃一口。哪来吧你？喝啥呀？还你就是了，小气。姐，小猫头他抢我果冻吃，你看。这个熊孩子，没事，姐姐先用 QQ 糖给你做一个樱花果冻布丁。哇，真的吗？姐姐你快做。美妙，蝴蝶跳出动人的舞蹈，他的秘密没有人知道。累掉。你是雨水的味道。哇。给你的樱花果冻布丁做好啦！哇，里面真的有樱花耶 ，QQ 弹弹，布灵布灵的，像十二只小气鬼，小气鬼就要抢你的果冻吃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姐姐给我做的樱花果冻布丁。啊，我都没吃过，我给我尝尝。姐，他又要抢，快点放狗！你再抢试试，再抢试试。别咬我，别咬我，算你厉害，我等着。嗯，小汤匙，小汤匙，嗯，小月月，小汤匙呢？他们交不起房租，回老家借钱去了。我妈让我卖他们东西抵房租。原来是你做生意啊？那我还不承认。山鸡哥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你这个手机挺贵的，给我来瓶二锅头。给山鸡哥，你家二锅头最近有点上火，算了，给我换瓶健力宝吧。给健力宝，走了。哎，山鸡哥，健力宝还没给钱呢。健力宝我拿二锅头换的，给什么钱？可是你二锅头又没给钱啊。二锅头我又没喝，不退给你了吗？给什么钱？你再算算。哦，你对呀、啊，是我算错了，山鸡哥。你这手机真漂亮，走了。谢谢三金哥，下次再来啊。小杨子，来，你要过来，把这个房子算一下。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包括你再还两天吧。
交不起租，你开什么店？快快快！我每个月赚的钱要帮妈妈还房贷、车贷，还要供妹妹读书，我可以再还还吧。哎呦，说的还挺可怜的呀。哎，我还是冰箱有，要开了。哎呀，包总，你别激动，我们在吃点东西呢。你别催他，今天我就开始。你看这个腿多大，想吃吗？那就尝尝呗。先生，把你大象给好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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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给我再买两个去！我要回家了。啊！姐姐姐姐，我要抽一个弹弹球。好，你抽吧。嘿嘿，我今天就要挣个大的。这个啊，六号又是个小的。哎呀，你知道啥？你看，这个是西瓜的，新款的，你自己拿。哇！真的吗？操场边，地球肩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作品还在旁边。姐姐姐姐，我要抽一个洞洞乐。给，抽吧。这个我说，姐姐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手链橡皮糖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旁边哇，真好看！尝尝，嘿嘿，好甜呀！姐姐，这个手链一定可以撑很多天，我走了。哥，就是这里，我中了好多大的。怎么抽啊？是不是正经的？必须正经啊！两块一次。一块给不给抽啊？两块一次的。抽抽抽抽抽！大哥，我来，起开。大的，大的。嗯？啊！亏了。愉快的换个啥？给你换个脚气糖吧。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给你的脚气糖。哇！好像不错的样子哦，哥，我带你来了，我没有怎么办？你给我一点。哎呀，别吵了，我给你凑一个。啊，就这么一点，哎呀，根本不够。一个字，绝。姐姐姐姐，我要抽一个洞洞乐。哎，你抽吧。这个。我说，这些夏利家是什么呀？等着我给你做啊！给你的加一加。嗯，好贵呀，姐姐，我明天还要来。Nice。哥，就是这里，我中了几个大的。是跟你抽吗？肯定正品啊，看这里。红枣无期，来一块去看。哥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不内满堂呀，一滴一滴。啊，没中，没事的。又没中。还没中，怎么这么废？怎么这么废？不怕受磨练。愿一生中苦痛快乐，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放松想算无泪想花快乐活，无动计较，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，还愿确信美景两神在。姐姐姐姐，我又来了，嘿嘿，今天我还要抽一个，
好，你抽吧。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只能回味。姐姐，我吹不起来，你帮我吹吧。要我吹也可以。哦，好。让小舞在日夜相随。给。哎，谢谢姐姐，我明天还来呀。哈哈哈哈哈！